来这有什么用啊？就快到了，我想他了。我们接木木回家吧，木木一定想回家了。我问你，女儿经常给你打电话吗？不，因为她知道你常年在路上开车，怕有危险。女儿她经常给我打电话吗？也不，因为我是个优秀教师，上课从来不带手机。她给你打了两次电话，但是你都没有接。为什么女儿两次救命的电话你都没有接？那是救命的电话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1:44，我现在记性特别不好，我怕我会忘记，我也怕你会忘记。那一定是在车上遇到了这个困难，这么大解决不了的困难，还好啊。从来上车了吗？师傅，上班了。师傅，您就确定要开45路？我们才走了174天，他们凭什么全都忘了？我不需要赔偿，但我需要真相。妈妈说这些话，全都是为了你好。就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，所以那些人才觉得错都在女孩自己身上。他们只会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你。我其实当时就想报警的。你看，其实你一个人好像也可以完成这件事的。如果我只能陪你走到这儿的话，你答应我，你一个人以后我不喜欢。小浩云，小浩云，师傅，我要下车，给你看。人群流进我知道妈妈在身上，我知道妈妈。看，我们当年确实是遇到了色狼，这才是他下车的原因。你只要放所有人都下车，我就可以把照片交给警察。我们快帮忙先排好吗？反正我肯定会记得你，我会毫不犹豫的处理。这算见义勇为？师妹，谢谢你们可以喊出我的名字。你好，我叫肖慧远，我愿意做我女朋友。我愿意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要表彰的这8位见义勇为的好市民，虽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，但在我们心中，他们就是英雄。是个好